不是已经有个女儿了吗？跟我前夫生的啦，就下啦，喜就更小命，已经停半年。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吼，人当机打心灵恐吓的呢。结果大概一个多月吧。嗯。天啊！我可以可不可以陪？嗯。我阳气竟然来了、欸。哇！我真的很想吃飞雷口香糖。我就从水沟里面，然后把那个锁啊拨一拨，然后就、原来这就是飞雷口香糖，然后我吹泡泡。我刚刚被那侮辱，我觉得我好开心哦，值得了。我听到难过。原来这首歌呢，之前蔡小虎不要，陈小云不要啊、哦，对，竟然我很幸运的唱到这首歌。无情的人